就像感情一样，不要太快变成嘴一样恶心啊，不知道在说什么话。我跟何明和 Max 一起做高一的实验，高一，我们高三才做的高一的实验，我们还是年轻的，高三第一次做实验，好吗？你能不能快一点啊？一般的速度好吗？一般般好吗？不要太快，不要太慢。为什么？像感情一样，不要太快，不要。你闭嘴，恶心啊！不知道在说什么话，还可以。你这个能不能温柔一点啊？温柔不了一点，好累啊。